告诉你，从来都没有我们，只有我。你知不知道都是我一个人上去照顾他们，我的风险很大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文大哥，你不要这样子。我告诉你，你干什么啦？你我不拍了。文大哥，你干什么？你不要这个样子。被封在这个地方，没有资源，没有装备，我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一个一个插管，一个一个离开。是不是因为我是壁咚的人，所以我就该死？我在这里等死啊！不是这样啦，喂喂，陈大哥，我八楼啦，我们811跟812徐医师说要照 X 光。因为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但徐医师有讲说我们真的很需要帮忙。我拜托你好不好？我知道，我真的要照一个 X 光。大哥，谢谢啦，还只让你跑一趟，真的谢谢。我们811那个，还有812，为什么还要找我来？为什么要一直做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？是啊，我们不是这样一个一个照，然后一个一个插管，一个一个离开吗？我们现在大家互相帮忙啊，不好意思麻烦你，我们大家现在都很辛苦，从来都没有我们，只有我。你知不知道都是我一个人上去照顾他们，我的风险很大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文大哥，你不要这样子。我告诉你，你干什么啦？你我不拍了。文大哥，你干什么？你不要这个样子。我知道你很辛苦啊，我们大家都一样啊，真的啦。你先起来，我帮你把衣服穿起来好不好？哎，我们先把衣服穿起来。这到底算什么？我们被封在这个地方，没有资源，没有装备，我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一个一个插管，一个一个离开。是不是因为我是壁咚的人，所以我就该死？我在这里等死啊！不是这样啦，我知道你压力很大，但是我们是医护人员，身上背着多少病人的性命，咱家的病人，起码敢来到不能咱，咱若是倒雷，要安怎？阿爹，咱们不能笑。喂，小泉乖，哦，不要哭哦，妈妈不是坏人。你叫我妈来听电话。喂，妈，什么台词啊？哎呦，弟弟还好，够因妈妈的病，小朋友弄嘛小泉无细菌，老师嘛叫伊妈来上课。他怎么会这样？太过分了吧！迄厝边知影你伫北外上班，即马看到咱，敢若看到鬼相共，叫咱卖出门。我拄则才甲阿秋冤家，哦，我要气死。妈，你先把我好好照顾小泉，我先卖讲啊。哦，我挂电话了，挂。一起鬼魂啊，来共啊！我们家小朋友也是，我现在都不敢问我是护理师。